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今天要带大家去逛逛目前试营运期间的台南的三井 Outlet。 那三井 Outlet 目前在台湾总共开了三间，一间是在林口啊，在台中，那台南算是今年二月份会预计在2月25中开幕，正式开幕，那目前算是试营运中，我们就来看一下台南三井 Outlet 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男装品牌吧。AMF 目前的折扣是一件7折，两件6折，三件5折，里面人就超级多的。因为这次带的设备收音的效果回来看不如预期，因此我就补录声音的部分。首先来到第一间日系服饰品牌 Urban Research， 那一进门就看到一件浅色的衬衫，实际搭起来我也觉得是还不错，蛮好看的。看到灯芯绒的外套也是蛮特别的，这件灯芯绒外套是打7折的折扣。它也有蛮多衬衫，也都打7折的优惠，我是觉得款式都还不错，但是尺寸上对我的身形来讲有点偏小。那这边还有 Patagonia 的 T 恤，一件原价1400，那打7折的价格是差不多在980左右。可以看到 United Arrow 以及 Beans 这两间蛮有名的日系服饰品牌，在台南的三井 Outlet 试营运的期间也都已经开了。那 United Arrow 的折扣是主打两件打9折的优惠。我在柜位上看到一件还不错的军绿色的军装大衣，实际上身之后也觉得还不错，版型也蛮好看的。看一下价格的部分，是打完折扣是2730块，那我觉得目前是在我的口袋名单中，实际搭配起来是也蛮好看的。再来到第三间 Beans 的日系服饰品牌，Beans 里面就有蛮多日系的衬衫，那也有豹纹，也有紫色豹纹，那蛮多夏威夷衬衫。素色的部分也有，例如像这件军绿色的短袖衬衫，那如果要长袖衬衫的话也有，那我是还蛮喜欢这件深灰色的日系衬衫，看起来非常简单干净。OK， 再来到第四间台湾品牌 Premi， 这次一进到 Premi 里面就有蛮多他们主打的商品，多色系的小背包，还有一些个性化的单品，有帽子，有袜子，那还有 Star Wars 的系列的单品。我自己是蛮喜欢 Premi 选货的单品，因为非常的多样性，也在搭配性上也蛮多样化的。我记得 Premi 的优惠是2件9折，那4件是85折的优惠。OK， 那再来介绍我今天的穿搭单品，基本上是整套的 Home Press 以及 Miyake 的穿搭。那搭配的鞋子是 Quando One 的鞋子，那这次搭配的帽子是我近期入手的 Kangol 的黑色的中型帽。接下来我们来到3楼，就有蛮多的男生的服装店。我们逛到的第一间是 Timberland， 那 Timberland 基本上都是打5折起。那我看到 Timberland 有蛮多一些军装的外套，还有军装的衬衫。那 Timberland 也有近期蛮流行的刷毛拼接外套，有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来这边来试穿看看。再来是这件卡其色的外套，我自己是觉得也不错，
大家可以来试看看。那三楼继续逛下去的话，也可以看到蛮有名的加拿大品牌 Roots。那 Roots 在 Outlet 的折扣是都蛮优惠的。那这次在台南的三井 Outlet 也有达到三折的优惠，可以看到里面是真的非常多人。OK， 那继续逛到三楼，也有工装品牌 Dickies。Dickies 目前的折扣是主打工装裤，一件1200，两件1800，等于是你买两件的话，一件工装裤几乎是900块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因此我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两件百搭颜色的裤子，一件是军绿色的工装直筒裤，那另外一件也是相同款式的深蓝色工装裤。再次逛到三楼，另外一边是 Uniqlo， 那目前是还没有开幕，我想应该是正式营运的时候应该就会开幕了。那在隔壁一样是有快时尚的美国品牌 Gap 的 Outlet， 喜欢 Gap 的朋友就可以来这边逛逛。二楼是比较主打的是运动服饰品牌。OK， 那首先我们来到 Nike 的部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就不太方便拍摄。来到 Nike Outlet 的话，我最喜欢的是来逛这些零码的球鞋，看可不可以淘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这次看到金色的 Air Force One， 这双真的蛮适合去夜店 shop 的。二楼的 New Balance Outlet 的部分，这次我发现 New Balance Outlet 有蛮多不错的鞋款，有黑色的327，还有粉色的327，以及一些有圆组灰，还有一些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老爹鞋的样式，大家可以来试看看。再来是近期蛮流行的2002啊，但颜色就比较基本，是黑色以及白色，还有一双的是墨绿色。Adidas 的 Outlet 就蛮多 Ultra Boost， 那 Ultra Boost 的价格大约在是4179块。这次台南三井也有 UA 的 Outlet， 可以算是台南的第一间 UA Outlet。Puma Outlet 在试营运的期间是还没有正式开幕，其他运动品牌也有进驻台南的三井 Outlet， 有 Mizuno、亚瑟士。还有蛮好穿的 Native 的胶鞋品牌，那一样在二楼，我们看到有 North Face 也有进驻。那喜欢 North Face 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淘宝。在我们从二楼逛回到一楼。那可以看到另外一边有 Porter International。 Porter International 除了有摆着国际牌的 Porter 之外，它也有一柜是摆放着吉田的 Porter， 所以如果有喜欢吉田 Porter 的朋友，也可以来这边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一楼部分还有一些品牌是还没有在试营运开幕的，有 Polo，还有 CK 以及 Tommy 的部分，目前在试营运期间是都还没有开幕的。OK， 接下来一样是在一楼，那我们一开始没有逛到的 Osense， 那我自己是蛮喜欢 Osense 他们家的皮衣外套。那这一次在里面有看到几款不错的皮衣外套有在做折扣。这次我在台南三井 Outlet 的 Osense 门市发现他们家的 T 恤跟衬衫款式都蛮多的。那折扣也不错，一件3000块，那两件有打9折，四件有打8折。我也是穿了不少件的衬衫，可以给大家看看，大家是喜欢哪一件呢？
看到这个天色就知道了，我们直接逛到它关门了。从逛街的时间来看，我们从下午两点逛到晚上八点，就知道里面的品牌多到让我们逛到直接关门哦，一点都不会想要走。OK，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品牌有 Beans、Urban Research、United Aero， 还有 Premi、Ocean's。以林口跟台中的三井奥莱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台南的三井奥莱在这些品牌上也都蛮齐全的，也完全不输这两间三井奥莱。那也欢迎大家来这边逛。最后，喜欢我们影片的男生穿搭朋友，欢迎订阅这个频道，还有 follow 我们 IG， 每周频道会定期制作相关的男生穿搭以及单品开箱。我是威利，下次见，拜拜。